有一点，我老无所依，起码我留在那时光。之前有圈内人士这样评价汪峰：第一，喜欢赌；第二，喜欢姑娘。汪峰情史呀，的确够丰富。用句话来说，那就是个不甘寂寞的男人。汪峰记录在册的有五段情史、三段婚姻，生有三个女儿。还有变身福尔摩斯给汪峰列出的一条爱情食物链：与君子分手呢，是因为劈腿齐丹；之所以与齐丹离婚，是因为恋上了超模葛慧杰。康作如是在葛慧杰怀孕期间交往上的。康作如离婚后也在微博上控诉说，汪峰婚后同时和多位女性保持男女关系。不难看出，汪峰在和不同的前任交往期间时间线是重叠的，真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多情种。难怪这些女主角分手后都忍不住要跳出来指责汪峰劈腿的事实。无数的人都在质疑章子怡为什么要下架汪峰，因为章子怡的成就实在是太大了，作为国内的顶级女星，在国际上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，拿的大奖也不计其数，无数的富豪排着队追求的她，却选择了自称歌坛半壁江山的汪峰呢。章子怡在国际中都是享有盛名的，并且人送称号国际章。这么称呼她的原因就是，章子怡她是我国女明星在国际影坛中拿过电影大满贯的人，一个是周迅，另一个就是章子怡，响当当的国际章，唯一一个获得金球奖提名的中国艺人，也是唯一主演的两部奥斯卡获奖片的华语女星，《卧虎藏龙》中获奥斯卡四项大奖，26岁就入选了中国电影史100年的百大影院名单。娱乐圈中别说咖位比他高的，连勉强相当的都很难找。且不说汪峰与章子怡在娱乐圈的地位差距悬殊，就汪峰以往的一段段情史来看，他实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一句话，章子怡嫁给汪峰是下嫁。往好点的说呢，章子怡的名气可以成就汪峰的事业；往难听点说呢，皮裤汪就是赚到了。但婚后的汪峰啊，却一改之前的花心本色，成为了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，不爱劈腿了。也许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。35岁的章子怡渴望成为一个妻子、一个妈妈，汪峰正好出现，性情相投，彼此成就。章子怡在汪峰身上找到了家庭的幸福感，汪峰在章子怡的身上找到了最后的归属。章子怡不在乎什么下不下嫁。他在尽力地扮好自己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角色，有的呢也只是为人妻的温柔与缱绻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红掌拨清波。在婚姻中，他才不是什么国际章，老婆这个角色他就做得很好。这样的章子怡 hold 得住风流纯情的汪峰是必然的，只能说没有天性放浪的浪子，只是没有遇见能够降住他的那个主。爱情里不过是一物降一物罢了，就像一句话说的，没有天性高冷的人，只是他暖的不是你。完美婚姻的基本态度是不依附于任何人，你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权，也始终要明白，男人也好，婚姻也罢，与你只是锦上添花，而非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最后以章子怡在微博上曾发过的一张图结尾，女人最高级别的自在，就是不活在别人的世界里。看到汪峰和章子怡能够这么和和美美的，粉丝们应该比谁都高兴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